直播吧，8月27日世纪日，曼联名宿加里内维尔与利物浦名宿杰米卡拉格一同接受了天空体育 YouTube 足球频道的采访。当被要求选出同时代英超最佳中锋时，内维尔评出的前三名是希勒、鲁尼和法尼，希勒和鲁尼吧。在我看来，希勒要更加出色一些。如果要再选一人的话，我会选法尼。当卡拉格问内维尔为什么不选择亨利时，内维尔说道，我选的是那些正统中锋，职业生涯始终踢中锋位置的，希勒的那些进球真是太棒了。此前被内维尔评为最佳中锋的埃拉希勒，自己在评选最佳中锋时也对亨利未予考虑。他接受太阳报采访时表示，已经九次在英超上演帽子既有办法的埃圭罗是联赛历史上的最佳外援，并说埃圭罗是一名没有弱点的中锋。在效力埃森纳的八年期间，亨利共为枪手打入228粒进球。不过，年轻时他确实更多的出现在左边锋的位置上。